三清的那种去帮忙找，就是找不到。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个新闻，好像有一个医生也是很喜欢登山的，然后他自己去帮忙找，就找华西。就那个奇来山是，就是蛮可怕的，人家就说它是黑色黑色奇来山，就是那山烂的非常多，阴就阴了。可是对，可是问题是它又好非常漂亮，哎呦，他们登山人就是觉得一定要去爬那座山，对。那顶人去雪山的呀，啊未暗啊，啊根本无啥人。可能落叶落掉，咱一年就要看到了。哎，迄咱是拄过年，这叶拢生出来啊。施工我嘛拢成叶，迄成叶拢咧生出来。我们那是爬上山顶。也不会的。讲卡蒙，我伊也看到落足悬啊！你话卡蒙落？我叫西来山，阿边遐就遐。我们之前是去阿里山，还是天津，好像也会。那个真的就只能看到前面一点点路而已，不用跟大王跟跨国龙。当然不可能录那么久啊。